哎，真是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啊！他的歌声真是太美妙，难怪是获得最美男低音称号的金话筒获得者。让我们再次掌声感谢他的没错，陆老师的《三国演义》唱的荡气回肠。我在想，如果把这种阳刚之气，再加上我们小萍姐的柔美，将会碰撞出什么样火花呢？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下面呢，就请出我们的男士来几首男生小合唱，和我们小萍一起合作，有阳刚之气的音乐演唱。所以说，我们这个舞台将会充满了气场。那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呢，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，是由华人艺术团和飞鹰舞团的小朋友们和吴小平一起合作电影套曲，表演唱《红高粱》《九儿》和《少林寺》组曲，请欣赏。Up next, we're going to have two songs from very famous motion pictures. First, Red Sorghum, and then Shaolin Temple. 请欣赏。Oh!
Thank you.
大开眼界，这样的组合也很好看。对，非常漂亮，非常精彩。